昨晚，阿根廷广东商会举办活动，热烈欢迎中国法学专家代表团访问阿根廷。此次访阿的十名法学专家与旅阿侨胞亲切座谈，畅谈亲情、友情。专家们向旅阿华商认真讲解中国商法，敦促华商合法经营，树立华商良好形象。中国法学专家代表团团长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等一行十人，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侨务领事陈志军，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昭熙，阿根廷广东商会会长于永辉等侨团侨领，中资企业代表，部分旅阿华商、阿根廷广东商会部分会员出席了活动。今天我和阿根廷广东省同仁们能在这里接待代表团成员们，大家都倍感荣幸，因为我们很难得能跟你们共叙乡情友情，向你们学习先进理念，与你们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和祖国美好未来。所谓的商法呢，在中国是这么几个方面啊，一个是公司法，一个是证券法、保险法、破产法、票据法，这就是所谓的商法的几大领域。那么我们代表团的这些教授呢，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介绍了，都是我们中国一些著名高校的在商法领域啊全国著名的学者。那么我们所从事这个领域啊，其实跟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从事的商业活动有着最紧密的联系。那么在新一届10名大使的和我们各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，得到了我们整个侨界的支持，现在我们的这些侨胞啊，不仅是从事老三样，就是超市行业、进出口行业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餐饮业，更多的呢，现在出现了一些多元化，越来越多的华人的这个精英啊，在从政，在做医学，在做一些这个法律上面的事务。所以呢，这个你们这次来呢，也是有很多，我想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精英，你们也可以沟通一下啊。那么不管你们来自哪里面，我会一会儿你们会深切的感到我们阿根廷侨界的这个热情啊、周到啊。那么我们想呢，我们的友谊啊，这个越来越好啊，我们的这个日子也越来越好。我们希望你们以后和我们这边保持良性的互动。再次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阿根廷华人网柳军现场报道。